们一起合影留个念，好吧？非常开心今天能够得到这份荣誉，在世界观众的心中，我是小虎，是明兰，是楚乔，也是许丹夏，但更重要的是，我是中国女演员赵丽颖。非常开心世界能看到我的作品，能从我的作品中了解到我们中国的故事，也更希望未来我能够带着作品走到更远更大的世界。谢谢，再次恭喜两位，祝贺两位。二位现在在社交媒体上，尤其在国外的社交媒体上有很多的粉丝哈，希望二位不仅是咱们中国观众的心头好。我的周美人你好。这是我的大山，你好。知道为什么让咱们俩来颁这个特别的奖项吗？我个人觉得，因为咱们俩今天要颁的是组委会特别奖。对。那咱们俩呢，其实是一对很特别的夫妻。哦。对吧？去年的这个时候，我们俩在黄山，安徽的黄山拍摄。